寿司店里排队等叫号，用餐人潮没断过。回到送来各种寿司，仔细看里头混着一只改着生鱼片的小鲨鱼。回转寿司业者和日本知名 VTuber 联名推出一系列周边商品，除了立体造型、一卡通，还有俏皮立牌，让粉丝可以带回家。吃了1600多吧，然后就直接买好买满的。不少人就冲着沙沙而来，但活动起跑不到两天，网购平台上却出现惊人转售价格。原先加价500-80就能到手的立牌，有人喊价1800元，价格翻了超过三倍，连还没开卖的冷水瓶也有卖场已经提前开了预购，价格也比加价购高出近400元。可以的话，就还是自己过来吃，然后自己拿东西会比较好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是都不要去买黄牛的东西。 这超夯 VTuber莎莎是来自日本，2020年9月出道，短短40天就破百万订阅，目前累计订阅数来到444万，是 VTuber 中的冠军。有人分析，除了莎莎过往累积的人气，出道时的迷因po文、英语、唱功、可爱人设，都是让她爆红的原因。而高人气也让业者嗅到 VTuber 联名商机。相对的， 绯闻啊，或者一些负面新闻就比较不会在他身上出现。那很多的品牌业者在使用这些肖像的时候，相对来讲也会比较放心。整个的形象上面是没有太多界限的，所以呢，它可以去衍生的商品就有非常的多。除了餐饮业，包括文具、美妆都能透过联名或工商直播来合作。这样的 B2B 收益占 VTuber 年营收15%，金额超过16亿台币。打破次元的合作，也为业者带来更广泛的客群，创造商机。 华视新闻陈建安、沈丽蓉台北报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